希望他在整个环岛的过程是愉悦的，然后可以分享更多的讯息给周遭的人。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或者是去想到的，大部分的人都在思考自己的事业该怎么办，而他不是，他在做一个整个部落甚至整个文化产业这一块。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自己找出自己对部落要解决部落现在目前面临到的问题的方法，是你们是自己解决的，还是你们还是一样是要靠政府啊，还是要靠其他人来协助这样啊？我是尽量就是为什么这么执意都是自己要做，就是想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其实可以解决自己部落的问题，为什么不愿意去面对这样。